在这个神奇的大自然中，存在着很多我们未知的动物。小伙伴们知道吗？为了躲避天敌，不少动物就会修炼出自己独特的本领。云翅鸟就是这些动物中数一数二的伪装者。它一出生就开始练习伪装术，站在枯树上一动不动，就算是下着大雨丝毫不动。它们的伪装术可真让小编敬佩呀。视频中一位男子发现了一窝黄色的毛茸茸的小鸟，鲜艳又美丽的羽毛让人忍不住想要静静观看。没想到下一秒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小鸟感觉到危险的来临，立刻化身变成了毛毛虫。后来经专家指出，这是一种生活在亚马逊的小鸟。亚马逊森林里可是暗藏各种动物的杀手，如果没有高超的本领，早就不能存活了。不过靠伪装成颜色鲜艳的有毒毛毛虫躲避天敌，真的不会吸引来更多的野兽吗？并且它们真的会像毛毛虫一样蠕动，据说颜色越鲜亮代表毒性越强，你相信吗？小伙伴们知道这种鸟是什么鸟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评论哦。